他就是传说中为寿司而生的天才斋藤孝司，寿司西图的创立人。他家位于东京的本店由2010年开始就稳占米芝莲三星这个巅峰，而他也被誉为新一代的寿司之神。寿司西图在塔比洛湖全国寿司店排名第一，高达 4.86 分，这么夸张，也是东京最难预约的寿司店之一。在2018年，他一间首间的海外分店就落户香港，选了四季酒店的45楼，预约难度可以说是不相伯仲。四季的官网我们有写的，在每个月的一号他会将预约热线开放出来，给你预约往后三个月的位置，开放时间是得由上午10点到下午2点4个钟。如果今次 miss 了的话，等下个月先再试。所以主要他都是跟东京一样行的一个熟客介绍制度，又或者假如你是四季的一个 VIP 的话，都有得优先订位的。所以为什么经常都一位难求，是要托人帮手才book到。咁唔少观众朋友都期待现在个寿司西图，其实我都系今日先嚟到嘅啫。嗱，我知道东京店梗系平啲噶嘛，但问题根本食唔到啊！寿司西图成间店有16个座位，咁啊分开两个区域啦。咁啊主厨同副手各自负责一边8个座位。喺每间看似简陋嘅寿司店入面咧，最抢眼嘅装修一定系寿司吧台啊！作为店入面的灵魂，这张吧台是由400年树龄的桧木整成的。它连天花板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织出来的结构，其实都一脉相承，用桧木片编织而成的。这种日式简约看起来好像简陋的样子，其实都是韵味十足的。入席之后坐定定，师傅双眼大笑地跟你点头打招呼，之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 Omakase 师傅会将不同的鱼生切好之后很整齐地排列出来，一来因为没有 menu 的嘛，他就预告给你知之后大约有什么吃。二来呢，其实这个才是主因，是因为他为了让鱼生可以在室温里面可以自然达到一个适合放入口的温度，所以这么做了。那他有他在这里切，我呢，我们就继续在这里眼金金地望路。今日食嘅午餐罗马卡西每位1680，包含两款前菜、十件寿司，最后有汤同埋甜品。衣着方面得体就 OK 啦，尊重翻个场合，主要都系尊重翻自己。女士记得喷香水或者搽 hand cream 嘅份量要点到即止，最好就唔好影响到自己，甚或唔好影响到其他人品尝寿司嘅体验。同埋就唔好迟到咯，因为错过咗个寿司，其实想象到其实系好难补翻俾你嘅，因为大家个进度一样噶嘛。准时来到，准备好心情和准备好杯好的清酒，那就可以开始了。先来第一样前菜，荧光鱿鱼。你见不见那些蒸汽是还飘出来的？烟韧富有弹性的外皮一咬就穿了，然后呢就是满口都是爆浆的感觉。那些微甜的汁液的口感是挺绵滑的，再攞埋啲酥酥脆脆嘅头啦，同埋有少少嚼头嘅酥咁样，个口感层次好丰富啊！嗱，你见佢嘅形态咁饱满咧，其实入面嗰啲全部都系卵嚟嘅，系咪唔知好过知咧？你依家算系季尾噶啦，咁条片出街嗰时应该大约系6月份左右啦，嗰时应该系冇荧光鱿鱼噶啦，我估。咁第二样前菜就系一个蒸煮过嘅北海道毛蟹，入口系微温嘅。师傅拆壳，我都拆得几仔细，我都食唔到壳啦。不过朋友就话咬得有一下系硬嘅蟹肉，捞埋啲蟹膏，先上加鲜啊！如果少少似有还无嘅嗰啲醋味，个丁丝咁多嘅酸味咧，系令呢一阵鲜甜再多一份余韵嘅。因为北海道毛蟹生长喺一个严寒之地咧，所以个体型系比较巨大啲嘅，兼且肉质饱满啊，鲜嫩得嚟，仲要系扎实呢一下正噶嘛。吃到最后的时候，你见不见到它碗底呢少少嘅蟹膏啊？哇，呢啲真系想叫它捞饭捞埋食埋佢先。两款前菜都相当精彩，咁嚟到寿司环节嘅第一款啦，系金木雕啊。嗱，有时啲人系会嫌白肉鱼嗰个鱼味比较淡啲啦，但其实我啊几中意佢嗰个鲜味够晒雅致啊。系即使油份唔少咧，但都可以保持到入口嗰种清爽嘅，个味道几甘香，我咧食极都食唔厌呢一道。第二道是继续好考师傅醋叶技术的一个小鲫鱼寿司，它延续上一道的清新路线，肉质柔软，酸咸腥，
嗰度醋香味稍微浓咗少少咧，系明显 feel 到口腔两边啲口水会缝一声咁涌出嚟嘅。咁呢啲酸味我都系比较重啲嘅环节咧，系饮翻一啲甜度丰富啲嘅清酒嚟衬托咧，咁一流啦。十道寿司味道安排由浅入深，第三道嘅赤身阿卡米算系一个转捩点啊！你见佢肉质暗红但十分油亮，系立立令嘅望落去。嗱，赤身嗰种暗红色咧，一方面系嚟自于个酱油渍嘅效果啦，另一方面都因为佢本身系富含肌红蛋白嘅，所以咧个鱼味系吞拿鱼当中最浓郁嘅部分之一。而鱼嘅鲜味咧，就靠饭嘅醋香同埋酱油嘅发酵引出嚟。因为呢个脂肪含量少啊，所以入口食起嚟系嫩滑嘅，兼且有嚼头。如果嚟一个鲜明呢个对比咧，就系下一道我最中意嘅吞拿鱼部位啊，中拖螺。我觉得中拖螺个鱼香同埋个油脂香系平衡得最好嘅，你望下个颜色就明噶啦，白里透红嘅，就好似化妆品广告入面嗰啲稚嫩嘅肌肤咁样。咁呢个归功于佢分布得咁均匀嘅油花啦，入口系细嫩冇筋嘅。非常甘香，但又不会满口油香。咁十道寿司当中的高潮位咧，就系呢一个油脂感达到顶峰的大拖螺啊！直落由赤身到中腹再到大腹，就好似三部曲咁，将啲鱼香同油香此消彼长，互相衬托。而最后呢个大拖螺就好似肥美到好似食紧双降和牛嗰款，嗰、那个脂香嘅余韵，原来呢三款当中最悠长嘅。食完大拖螺实在太浓郁了，咁嚟一份鱿鱼平衡一下。呢个已经系第六道寿司嚟嘅啦。你望落，佢系白到有啲晶莹剔透，好似一块玉咁样嘅质地。味道就淡淡然啲，只有若隐若现嘅一丝丝嘅甜味。甚至你要嗒真啲先分得出呢阵甜味系咪嚟自啲饭嘅，定系嚟自个鱿鱼嘅咁样。嗰种滑，嗰种好特别嘅爽淡程度，同埋嗰种胶质，真系印象好深刻。我嘅师傅净系加咗少少嘅海盐啊，少少嘅嗰啲醋骨，简简单单咁食翻食材嘅本味就够噶啦。咁呢一度算系一个休息嘅环节啦，就休息一下咧，准备好即迎接下一度啦，就系池鱼。细估唔到今餐最大惊喜竟然喺呢一度，面头嗰啲葱堪称神来之笔，嗰种微辛嘅刺激，后劲带嚟嘅甜同埋清爽，我觉得比柴狗更加适合做一个最佳配角。它令到鱼的鲜味表露得淋漓尽致。你会发觉其实池鱼是Omakase的铁胆，因为间间都有。而这一道看落点睇都不像主角的寿司，因为经常它会被那些拖螺抢走的光环。但反而今次这个池鱼是赢得今餐我最难忘寿司的宝座，超好吃。次序跟在池鱼后面就注定成为配角的了。不过呢一件大蚬真系好大啊，系啦，但除咗大之外咧，似乎好似冇乜存在感咁样，而且个汁好似甜嗰啲添啊。嗱，唔知系咪我食完个池鱼仲未抽离到啦，感觉上呢一度稍微有啲平平无奇咗啲啊。下一度完全唔同讲法啦，系令人垂涎欲滴嘅马粪海胆啊！佢个样真系实在太柔弱啦。由日到我心想，假如托海屋企是卖海胆而不是卖豆腐呢，那这个秋明山之神应该神了被老豆文泰打死了了。他的口感是真正的入口即溶，是就算连最丝滑的雪糕都比不上这一种。哇，怎形容呢？是那些一放入口你未来一次用条脷去顶它，你单单口腔温度已经足以融化了它了，令到醋饭的每一粒米都可以浸淫在那种清甜入面。然后呢就由紫菜的甘香拉返你返嚟。似係提醒你係呀，用咗㗎啦，等下一度啦，咁样。每次海胆环节都係最唔捨得飲茶或者食酸姜冲走嘅呢一阵味，每次都係食到最欲罢不能，就係呢一次环节㗎啦。咁最后一道就係由昆布煮成嘅海鳗整嘅寿司啦。呢度嘅口感系绵延烂嘅，系啦，系个卖相冇一般烧海鳗咁修身啲、靓仔啲啦。呢、这个样系丰盈啲嘅，入口好饱满啊。不过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系麻麻地煮海鳗呢一种方法嘅，个人口味系偏向烧嗰边。我觉得甘香啲咧，更加凸显到鳗鱼嗰种神髓啊。好啦，咁啊，十件寿司嚟呢度完噶啦。
咁啊，嚟到尾声咧，嚟食个泰卷啦。佢个泰卷包到好稳阵啊，啲馅入面有青瓜、有玉子、有瓢瓜、有海鳗等等，口感好丰富，味道都好大众化。类似我的地位，我觉得系有啲似去饮嗰时个尾声啦，龙虾伊面咁上下。咁去到玉子环节啦，我觉得每间顶尖奥马卡西都好中意喺玉子环节俾个惊喜俾你嘅，呢间都唔例外啊。其实有冇人试过喺屋企可以整到咁嘅质素玉子嘅呢？嗱，你唔好玩食物，我系纯粹试俾大家睇，拍俾大家睇下佢嘅质地有几爽弹嘅啫。即系究竟点解可以净系用蛋、用虾、用高汤就做到呢一种绵密得嚟，同时都松软嘅，好似布甸咁样嘅质地，入口系令人拍案叫绝，一直讨论到埋单都仲会讲紧嘅玉子系点样整嘅呢样嘢。我记得我以前好几年前第一次睇《寿司之神》纪录片嗰次咧，佢话佢啲徒弟学整玉子烧，学咗成几年。我先第一次睇，我心谂，使唔使咁夸张啊？咁样，依家我觉得你俾我学几年，我都学唔识添啊！可能份面豉汤我咧稍为偏咸啦。如果以《寿司西图》出品嚟讲咧，我会有比较高啲嘅期望啦。咁最后就一路食住正光蜜龟，一路同师傅倾偈。佢睇到好后生啊，但已经入行成16年噶啦。佢由21岁做到依家，嗰种淡定、嗰种自信、嗰种一路捻寿司、一路同你谈笑风生。佢嚟香港2年几啫，但已经识听少少广东话噶啦。听我哋喺度讲啲鱼啦，佢仲会用啲用个日文讲个鱼个名出嚟，然之后再答爹咁样。所以成餐饭系好轻松嘅，系冇距离感嘅，食得舒服嘅。佢见我哋对个冰柜有兴趣咧，仲主动开俾我哋睇，我哋得第一次咋。佢同个冰柜，佢同个吧台一样，都系用桧木制嘅。咁啊，上层放冰，下层放鱼，冷空气自然下沉保温。因为入面冇任何塑胶，所以材料咧就唔会闻到我哋平时闻到嗰啲叫雪柜味嘅味啦。而且你咁样咧，就做到一个冷冻保存效果得嚟，但又唔会抽干水分嘅作用啦。嗱，有好多呢啲系表现到奥马卡西价值所在背后嘅呢啲细节啊，同埋心态咧，喺度我就唔详述啦。如果详细啲嘅话咧，你想知奥马卡西凭乜嘢可以卖贵回转寿司10倍以上价钱咧？我之前有条片有独立讲下嘅，有兴趣嘅朋友可以睇依家右上角弹出嚟嘅链接。好啦，咁最后嚟睇下张单，lunch 每位1680啦，两位咧就3360，个清酒系抵饮嘅，290元啫，咁啊连加一最后埋单就4000元。我知道实会有人问我智云同寿司西图边样抵食啲，因为呢个我同朋友一路食嘅时候一路都不断讨论紧。最后结论就系、是、文武第一，食物艺术都系一样。一谂起智云咧，我谂起佢哋个八爪鱼，谂起佢哋个鲍鱼干酱捞饭；一谂起寿司西图咧，就谂起佢哋个池鱼，谂起佢哋个中拖螺。至于用餐体验同埋气氛呢啲咧，各有各嘅优胜之处啦，所以各有千秋，平分秋色，冇话边个好啲嘅。即系你话比较张学友定我陈哲，定系陈奕迅边个唱歌好听啲咁样，有乜味呢？好啦，咁啊，今条片嚟到呢度，我哋下条片再见。